佛陀弟子阿难出家前，在道上见一少女，从此爱慕难舍。佛祖问他：“你有多喜欢那少女？”阿难回答：“我愿化身石桥，受500年风吹，500年日晒，500年雨打，但求此少女从桥上走过。”那她对你很好啊。心肆无忌惮的挥霍，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畏畏缩缩。太多的借口，用心的原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才能救我命，左眼上翘，不用小本地平。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？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内心？可不可以能给我你的微信？你要记住了我和你的秘密。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？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？嘿哈喽，我想要你的私人微信，其实我平时行为没有现在这么激进，没有的办法，我想要抓紧这次机会，微信不行的话呢，留你电话写在我手背。手心心中我先学